度是香港电台。李学斌编导，金庸原著，唐仪改编。射雕英雄传第72回是由张智辉、车心梅、钟伟明、谭翠莲、姚秀玲、冯天恒、曾永强、莫家驹、卢允贤等联合播演。第73回是由张智辉、车心梅、钟伟明、莫家驹、姚秀玲、陈启伦、谭翠莲、林有荣、温泉、冯天恒等联合播演。华僧嚟呢度，系因为嗰对白雕喺海上揾唔到我哋，就飞翻去蒙古。由于雕脚嗰度绑住一块帆布，上面写住有难两个字，所以华僧就马上赶嚟揾我啦。原来系咁。佢哋仲话，近来蒙古大军已经攻陷金国燕京，如今蒙古同大宋结盟，约定一齐夹攻金国嘅。拖雷制同大宋签约之后，经过呢度撞到华僧嘅。啊，兄弟佢。佢做乜嘢？佢对拖雷话：我已经死咗。拖雷佢哋如今都唔知几伤心。佢呢份人呢？容易啊，邱道长都嚟咗添啊。邱主机个道士。唔止啊，我谂全真七子都嚟齐啊，连尹志平都嚟埋添。尹志平是啊，是啦，佢俾阿爹打咗一巴，打甩咗几只牙噶，所以马上去话俾班道士知，所以全真七子就一齐嚟啦。如今连马道长、邱道长佢哋都以为我死咗。佢哋点解会以为你死咗噶？系拖雷同佢讲嘅。喂，邱道长追问兄弟，兄弟居然话系黄道主杀我添。咩话？佢居然嫁祸俾我爹，明明系佢用匕首杀你嘅，佢仲喺度讲大话。啊，容儿，你听下，系周大哥嘅笑声啊，仲有老毒物同你阿爹嘅呼叫声啊。佢哋三个人一定系比赛脚力，走咗去又走翻嚟啦。啊，兄弟手度揸住嗰支竹棒咪你嘅，容儿，你睇下。俾我睇下。我知打狗棒昨天被欧阳克抢了去，后来杨康杀了欧阳克之后，一定见到支打狗棒晶莹碧绿，所以他就执来用了。支打狗棒是丐帮帮主信物，
师父亲手交给我的。如今，容儿，你不用急的，在康帝那里我们迟些可以攞回的。啊，有丐帮的人来到吧。啊哦，他们对杨康都不知多恭敬，一定是见到他揸着那支打狗棒。岳阳大会日子越来越近，丐帮的人一定在四周围找师傅的下落，找到你这里了。康帝不是丐帮中人来的，但他想早点离开丘处机，于是就跟了那两个丐帮弟子去。啊，那岂不是？不用紧张，等你伤势好翻之后，我们马上赶去岳阳城，到时我有办法对付杨康的了。李一静哥哥，我们继续专心练功。好啊。哥哥，我们到了第七日了。是啊，很快就天光了，到时就行功完毕了。嗯，我讲个好消息你知啊。什么好消息啊？那班全真教导师已经找到你六位师傅了。真的？嗯。他们在哪啊？就在离这里没几远的周王庙。他们没事嘛？全真七子之中的郭大通就说他们没事了。你知唔知佢哋去咗边呢？点解咁多人都揾唔到佢哋？我唔知啊。原来佢哋六个人一齐去咗桃花岛啊！佢哋去咗桃花岛啊？系咯。咁佢哋话同我爹有约，所以就一齐去桃花岛赴约。点知去到连人影都唔见、啊，梗系啦，个个都喺呢度附近揾佢，连阿爹都嚟埋，桃花岛梗系冇人啦、啊。只要六位师傅平安无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嗯，听郭大东讲，他们迟些呢就会来拜访全真七子添。到时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。好啊，那真是好了。容儿啊，你见到什么这么好笑啊？你还记不记得铁掌水上漂，求千人，求老英雄啊？哦，在桂云庄呃人的白耶公啊？就是他咯。他都来了啊。是吗？嗯。好，等我看看他又怎么骗人才得。啊，他居然说老顽童死了、啊。周大哥死了？是啊。他说周大哥被我爹杀死的、啊。哼，真是岂有此理啊。啊，他拿了把剑出来、啊、不知道做什么呢？难道他有胆跟邱道长他们交手？他居然说天下间的利器都伤不到他的、啊。哎呀，佢一剑刉咗落自己嘅肚度啊！三尺长嘅剑插咗一大半，居然，佢、居然一啲事都冇啊！咁厉害啊！真系估唔到啦！求千人一定系受咗大金国嘅收买，喺江南地方四周围挑拨是非，散布谣言。讲起上嚟就似啦。求千人走了之后就有敌人来吧。是谁啊？现在未知，不过听马道长这样说。难道是你阿爹？希望不是啦。如果是阿爹来到，全真七子一定会跟他打起上来的。容儿，你给我看看。好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理发生什么事都好，你都不要出去。我知道了。哦，邱道长说报天罡北斗阵，是啦，九阴真经里面有很多次都提到北斗大法，说是收集上乘功夫的根本法门来的。嗯，
唔知佢哋喺天罡北斗阵同真经之上嘅北斗大法有冇关系嘅咧？啊！敌人到啦！系边个？系梅超风啊！系佢。一柱行窝几十年。你讲咩啫？冇、哦，系全真七子所背嘅一首诗嚟嘅。哦，成首系点嘅？你背嚟听下，等我帮你记住佢、啊。你听住啦。嗯。马道长话：一柱行窝几十年。跟住一位道长接住话：蓬头长日走如癫。哦，呢、这个一定系排第二嘅谭处端啊。跟住系海棠亭下重阳子，邱道长接莲叶舟中太月仙，黄处一道长就接无物可离虚壳外。跟住系有人能悟未生前。出门一笑无拘碍，马道长收句咧就系、是、云在西湖月在天。嗯，呢一首唔知系咩诗嚟嘅咧？啊，哈，梅超风真系大胆啊，居然出手先、啊，一个人打七个。系啊，不过全真七子只系坐喺地下。哦、啊，好厉害啊！点啊点啊！梅超风一掌打埋邱道长度。邱道长根本唔理佢，而旁边嘅两位道长就一齐出掌打过梅超风嗰度，将、哦、梅超风打退十尺左右啊！咁啊，弊、啊、梅超风喺条毒龙边出嚟啦！咁全真七子有冇用兵器啊？冇啊！佢哋话七个人打一个人已经大占便宜啦，所以仲坐喺地下唔喐，又唔用兵器、啊。俾、啊、我睇下，俾我睇下、啊。你睇下。哦。全真七子坐嘅方法，咪同北斗星座嘅形一样。四个人分别坐喺天枢、天璇、天机、天权，组成斗灰。另外三个咧就坐喺玉衡、开阳、瑶光嘅位置，组成斗柄。北斗七星之中，以天权光道最暗嘅，但系。位于斗灰同斗柄连接嘅地方，所以由武功最高嘅丘处机嚟把守。哦，原来系咁嘅。我明白啦，佢哋嘅原理同我帮你疗伤嘅原理一样啊。点样啊？佢哋七个人迎敌嗰阵时，就只系用一只手掌，而另外一只手就搭喺身边嘅人嘅膊头度。佢哋如今即系联合七人之力嚟打梅师姐。梅师姐系边度系佢哋敌手啊？容易啊！如今打成点啊？梅师姐嘅毒龙鞭俾佢哋嘅掌力包围住，条鞭越嚟越呆滞啦，完全受对方嘅掌力控制。嗯，的确会咁样嘅。但系全真七子以七个人之力去打梅超风一个，应该好快就会打完噶啦。嗯，点解如今仲打紧嘅？系啦。他们一定是想借梅师姐来摆阵练功啊。哦、好像他这么强的对手不会这么轻易遇到的。所以要打到梅师姐无力才肯停啫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嗯。容易啊，给我看看。好，拿你看。哦。他们坐的方位。是啦。我明白了。即系啊，系啦，原来系咁解嘅。静哥哥，你做咩？九阴真经下卷里边有好多地方我都系唔明嘅，但系如今见到天罡北斗阵，我就明白点解啦。系系啊，咁真系好啦、啊。哎呀，啊、做咩？你阿爹同西毒嚟咗啦。佢同西毒一齐嚟？系啊，佢哋企喺门口啊。系啊。咦？全真七子停咗手，放开梅超风啦噃。弊，睇嚟你阿爹同老毒物都想出手对付全真七子啊！老毒物会出手？哼，佢想煽动阿爹出手啫啩？系啊，而家黄岛主同全真七子打起上嚟啦！俾我睇下。啊，弊啦，阿爹真系同佢哋打添，如今嘅形势又唔同咗嘞噃，全真七子个个企起晒身围住阿爹嚟打。
阿爹所用的是他最厉害的武功落英神剑掌法。他教我这套掌法的时候，我以为是五虚一实七虚一实，虚招用来诱敌扰敌的啫。点知临阵对敌嗰阵时，五虚七虚都可以变为实招嘅。静哥哥，如今就嚟天光啦。静哥哥功行已满，如今运功打坐，相信好快就可以离开呢度噶啦。等我睇下外边打成点先。哎呀，西毒居然出手暗算阿爹！好彩，好彩梅师姐全力扑埋去挡咗西毒一掌，而其中一个道士亦都俾西毒打咗一掌。西毒打完之后就马上走咗去啦，真系好危险。如果唔系梅师姐判死挨咗一掌，阿爹就会俾西毒暗算咗噶啦。如今全真七子剩翻六个，知道唔系阿爹嘅对手，就带住尹志平走咗去咯噃。哼，睇佢哋临走嘅表情，相信乜都会当系阿爹做噶。以后仲会有好多事发生添。你点啊？啊，师傅，你点啊？我唔得噶。如果唔系你，我一定会俾老毒迷暗算到。我阵时都唔知点算啦。师傅，啊，师傅。你叫弟子做的三件事，头那两件事弟子做不到。你做什么咬断自己的手？师父，弟子偷偷学九阴真经，嘅武功，已经咬快出嚟啦。好啦好啦，乔峰，我要你做三件事。你虽然只系做得一件，其余嗰两件你唔使再做，我再收翻你做桃花岛嘅弟子。师父，超风，边个嚟啊？嗱，呢度系牛家村咯，我唔知边间姓郭噶。咁有几个道士，你见唔见啊？咩道士啊？都唔知你讲乜嘅。余弟，有人吓？边个？系我。王岛主，岛主，冇错，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啦。王岛主必来无恙啊嘛，有心，我哋六兄弟遵照嘱咐，远赴桃花岛拜会，点知王岛主有事唔喺度，
今日喺呢度相遇，的确系有缘啊。嗯，你唔使卖口乖，我呢个徒弟梅超风系你哋嘅仇人。佢虽然死咗，但系佢知道我仍然用佢对手嚟杀死你哋，一定好欢喜嘅。咩话？用佢对手嚟杀我哋？冇错，我就抱起佢嘅尸体嚟做武器。你哋小心啲啊！小心！身体受伤，我哋上。阿上，吓！吓！容儿，乜你未死啊？系正义啊！系正义啊！你咪错咁最好啊！容儿，容儿，佢一定系帮正义运功疗伤。等我都帮手。呢件事嘅经过系咁嘅，嗰日我追到袁岩红呢只船，嗰、那个灵智和尚话俾我知，见到你同正仪浸死咗嘅尸体，旁边仲有洪七公同周伯通添，我就信以为真，所以先至会去杀江南六怪嚟出气嘅啫。咁如今冇事啦，冇事啦，不过估唔到七兄会传丐帮帮主个位俾你，嗯？唔通佢想抢我嘅爱好做东邪？爹啊！如今正哥哥好翻啦，嗯，我哋跟住点做啊？嗯，我要去杀欧阳锋、灵智和尚、裘千人同埋杨康呢四个恶贼。嗯，容儿，你都一齐去睇热闹啦。好啊，好啊。今次都总算好彩，我冇误伤好人。爹啊，嗯，你应该向正哥哥嘅六位师傅赔罪先啱噶。嗯，我要去揾细毒，正爷，你都一齐嚟。系。仲有啊，我哋要去皇宫接师傅添啊。系啦，周大哥呢？唉，我都唔知佢去边。我哋比赛脚力，比比下，佢就话唔比啦。咁就走咗去啦。啊，正儿啊，大师傅，嗯，估唔到我哋分别咗几个月，你居然拜到九指神丐为师，桃花岛主又将个女许配咗俾你，我哋都觉得好开心啊！但系大韩嗰边系啦，都唔知点做好。妹妹，妹妹。咩事啊？你食完西瓜啦？真系好啦！嗰、那个白衣公叫我攞呢只紫马骝俾你啊！边个白衣公啊？满头白发嗰个咯。佢话叫你唔好嬲，一定会帮你揾翻师傅翻嚟。系老顽童。哦，咁纸上面写啲咩嘢事啊？等我睇下先。老乞衣不见了，老顽童乖乖不得了。哦，呢几个字。唉，老顽童虽然系疯疯癫癫，但系以佢嘅武功，七兄唔死，佢都一定可以救到佢。咁就系嘅。目前有件好紧急嘅大事等住你去做嘅，知嘛？系咩事啊？系丐帮嘅大事。哦，点啊？七兄俾你嘅竹棚，
俾杨康嗰个小子攞咗去。嗰、那个小子嘅武功虽然好曳，不过佢系一个极之厉害嘅脚色，连欧阳克咁嘅人物都死喺佢手上。如今佢攞咗支竹棒去，一定会兴波作浪，为祸盖邦。我哋无论如何要赶去抢翻佢，如果唔系，老乞衣嘅徒弟徒孙就会吃大亏噶啦。咁你嗰个帮主都做得唔光彩啦。但系佢走咗咁耐，未必可以追到佢噶噃。诶，静儿啊，呢层你可以放心。我哋去桃花岛嗰阵，见到你嗰只小红马，我哋接埋佢走，仲带咗嚟添，啱使啦。咁啊最好啦。嗱，容儿啊，你就同静儿骑嗰只红马仔，赶去抢翻支竹棒。嗰只红马仔跑得好快，一定会追到嘅。好啊，你系咪姓曲噶？啊，我唔知啊。爹啊，你嚟睇下。哦，呢间密室嘅间路同布置，同我嘅格局咁相似嘅。唔通系曲凌风所做嘅？爹啊，你睇下呢个铁箱。哦，如果你估到里面有啲乜嘢，就算你本事。西南角一定有嘢。哦，有乜嘢啊？你睇。哦，哈，墙脚呢度原来揭得开嘅。哦，有个窿喺度。你摸下里面有乜嘢？有张纸啊。哦，读俾我听啊。哦，致禀桃花岛王恩师尊前，弟子从皇宫之中取得若干字画器皿，欲奉恩师赏鉴，不幸遭宫中侍卫围攻，遗下一女。冇字了。是啦，是凌风啦。这个铁箱里面那些不用问，一定是珍宝古玩、名画法帖。他想着我喜欢这些东西，所以偷入大内，但是被宫中的侍卫发觉，他跟他们斗了一轮之后身受重伤，回到来写这封遗书，但是伤得太重，未写完遗书，大内高手就追到来，结果就一切死在这里。一定是这样。傻姑啊，你叫我啊？是是不是你阿爹教你打拳的？打拳？不是。他正经闩埋洞门，我系都要装。我装。一拳两拳。阿爹啊，他梗是偷睇曲师兄学武功啊，所以才识啫。是。我都知道凌风冇咁大胆，未得我同意传啲功夫俾人。容儿，勾佢对脚试下。系，我唔制啊！你虾人嘅？凌风对脚已经断咗，练功嘅时候一定练唔到对脚。佢如今全无下盘功夫，佢真系偷学。喂，我唔服啊！再打过啦。嘿，咪咁傻啦。哦，我系傻姑啊嘛。你阿妈呢？翻到上天咯，容儿啊，爹，我哋去睇下凌风嘅宝贝。好啊。哇，你睇下几多珍宝。系，等阵我哋要好好地安葬超风同凌风嘅骸骨。系，阿爹。我门下咁多弟子之中，以凌风的武功最高，如果他不是断了对脚，就算有100个大内侍卫都伤不到他。那当然了。爹啊，你是不是要亲自教傻姑武功啊？我不只要教他武功，还要教他作诗弹琴，教他奇门五行，
你曲师兄当年冇学过嘅功夫，我完全要教晓晒佢。哇，咁你就辛苦啦。爹，睇下下边仲有一层噶，有好多字画啫。哦，唉，呢啲字画要嚟移情显性，的确系非常好。不过玩物丧志就唔好啦。徽宗道君皇帝的花鸟人物画得几精妙生动，但是就拱手送了一座锦绣江山给今人。是什么来的？哦，你看看这幅泼墨山水画。哦，画中是一座山，一共有五个山峰的。嗯，山峰之上有个将军迎风舞剑，旁边就提了一首诗。今年尘土满精衣，特特尘芳上趣味，好水好山看不足，马蹄催趁月明归。阿爹啊，我在几日之前在临安趣味亭中见过韩世忠写过这首诗了。这幅画呢，一定是韩世忠画的，首诗就是岳母木作的。冇错。嗰日我同郑哥哥喺趣味亭见到韩世忠嘅字迹嗰阵时候，佢睇到唔愿走啊！佢一定好鍾意啦。爹，呢幅画不如送咗俾国靖啊！哦，好，女生外向，唉，我仲有咩说话好讲啊？嗱，你拎去俾靖儿啊！啊！我对白雕啊，是吧？我仲以为对白雕会跟住你嗰、那个，你嗰个去咗添，好彩佢哋如今飞翻嚟。佢哋点解好似好心急咁嘅？系啦，啊，弊啦，佢哋一定有难啊！我哋快啲去救佢哋啦！边个佢哋啫？我嘅二兄二妹啊！我唔去。容易，咪咁细佬哥脾气啦。快啲去啦！嘿，上马啦！咁你仲要唔要我啊？我点会唔要你呢？咁好啦，爹啊，我哋去救人啊！你同六位师傅都跟住嚟啊！嘿，快啊！跟住对白雕得噶啦，佢哋就喺前面咋？系啊系啊，唔知系边个对付你嘅二兄二妹咧？我唔知啦。唔知系咪杨康嗰个小子咧？是康帝，这里附近除了扣了谁啊？他们一定在那个树林里面。没错了，对白雕在树林的顶上盘旋着。千人兄，久闻你铁掌无敌，可惜当年华山论剑你老兄就没来参与，如今再入抛砖引玉，兄弟用奢微道行结果了一个师，再请老兄你施展铁掌好吗？是西毒啊，怎么啊？小红马，快点回去接我爹来。容易啊，我们又去树林制止他们乱杀人先，好吗？好。谁个？是我们。哦，你还没死的吗？国志，你还没死啊？咁就真系好啦！嗱，你哋等下，我马上会嚟救你哋噶啦。郑哥哥，尽量拖延住等阿爹嚟啊！知啦。小子，丫头，系你哋两个啊！见到欧阳先生同老夫啊，点解唔下拜啊？你哋系咪嫌命长啊？你挑拨是非仲唔够咩？看长，咪住！啊，做咩容易？你唔好立乱出手打呢位老先生啊！点解啊？
佢嘅面皮功夫好厉害嘅，万一你一掌打中佢嘅面皮，佢嘅劲力反弹翻过嚟，你实会受伤嘅。啊，会咩？梗系啦，求老先生吹一口气，可以揭咗黄牛嗰层皮去噶嘛。啊，你无谓同佢打。都系呢个丫头知道厉害，我同你哋两个啊无冤无仇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唔会大虾细打伤你嘅。咁就系啦，求老先生嘅武功我非常之仰慕，今日我想领教几路高招啫。不过你唔准伤我噶噃。呢一招咧就叫做大吹发裸啦，丫头，嗯，你真系大胆啊！欧阳先生名满天下，你咁样讥笑佢系嘛？哎呀，你打我啊！呢招咧就叫做反打厚面皮。好啊，打多下添。系阿爹，你要守住，你要守住啊！做咩？打够啦咩？丫头，你身上已经受咗内伤，快啲翻去密室休养七七四十九日，千祈唔好冷亲。哦、如果唔系啊，一定冇命噶。咦？黄老邪挂喺膊头嗰个熟感纹路，唔系刻意嘅。我本来离开咗牛家村噶啦，我翻嚟都系想接翻佢嘅啫。唔通黄老邪佢老动物？你咁望住我，系咪有嘢想问我？系我个侄点啊？我个徒弟梅超风点样？你个侄侄点样啦？啊，黑儿佢，黑儿名义上系我个侄，但系佢系我同大嫂私通生嘅，其实就系我个亲生骨肉嚟。如今。喂，是哪个杀了他？是你抑或是全真教的人？杀欧阳克的人学过全真教的武功，亦都学过桃花岛一些功夫。你识了他很久了，你去找他吧。啊，他是黄老邪不肯讲个名字出来，就一定是想维护他。这个人一定是国政啊。有此你话，喂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找他报仇的。你攞住我侄的文囊做乜嘢？桃花岛的总图在他身边，我不攞翻又点得啊？不过累到他入土之后又再见天日，真系过意不去了。幸灾乐祸，哎，千人兄啊！我去对付黄老邪，你又帮我杀咗江南六怪呢、这个小子同埋呢个丫头，好吗？好啊，我杀咗佢哋之后再嚟帮你。好，哎，黄老邪接招啊！随时奉陪。哎呀呀，真系巧啦！忽然间肚痛，你哋八个咪行开啊！我好快就翻嚟噶啦。哎，求老前辈。啊，你想点啊？攞草纸俾你啊！你哋唔准走啊！等我翻嚟。二师傅啊，佢想走噶。我知道，嗱，俾呢两样嘢你玩下啦。哦，一把剑同埋一只铁手掌。你睇下把剑、哦。原来剑刃可以缩入去喎。啊？唔通求仙人系浪得虚名之辈？呢只铁掌系铁掌帮嘅令牌嚟嘅噃。二师傅啊。嗯。呢只手掌我要咗佢，但系呢把咁嘅剑我唔要啦。咁掟翻俾佢啦。佢离咁远，踎喺嗰边，点样掟到啊？阿爹啊，不如你帮我掟过去啊。好，俾我啦。啊！好厉害嘅弹子神功功夫啊！原来挂住件衫喺度，正正走咗啊！我切，嚟得好，黄老邪，我会有期。好险啊！好小子，唔见七八日噃，功夫进步咗啊！杰哥哥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，西毒方才反手一掌，借埋你阿爹嘅劲力打我，
好彩俾我闪开咗咋。啊，等我去放咗拖雷、华僧同埋接别师傅佢哋先。嗯，容儿，你做咩？冇嘢。哼，仲话冇嘢？我明嗰、那个蒙古女仔系边个咧？快啲讲。郑哥哥未挂门嘅妻子咯。咩话？诶，王岛主，呢件事系咁嘅。原来佢去桃花岛求亲之前，已经喺蒙古定咗亲事，咁即系呃我啫。王岛主，我哋可能谂到个两全其美嘅办法嘅。容儿，阿爹要做一件事，你唔可以阻止嘅。你想点啊，爹？杀咗嗰个臭小子同嗰个贱人，我哋两父女唔可以俾人欺负嘅。爹，郑哥哥系真心喜欢我。佢唔喜欢嗰个蒙古女仔噶，咁啊，咁都有商量。系，郭靖，你杀咗嗰个蒙古贱人，表明心迹。啊，我你定亲在先，又嚟桃花岛求亲，你算点啊？我只系希望同容儿一生厮守，冇咗容儿，我亦都会死。嗯。咁你唔杀佢都得，但系今生今世都唔准再见佢。我你一定要见佢咩？我当佢系妹妹咁看待，如果一世唔见佢，我会好挂住佢噶。你中意见边个就见边个，我知道你唔会爱佢噶。好啦，如今我喺度，你六位师傅喺度。那个蒙古女仔同佢嘅兄长又喺度，你要清清楚楚咁讲一声，系娶我个女，唔娶第二个。我郭靖安答：男子汉中横天下，行事一言而决。你既然对我个妹无情，我哋亦都唔会向你求恨。你我兄弟之义从此断绝。你救过我阿爹条命，我哋恩怨分明嘅。我哋会好好咁样奉养你娘亲。如果你想佢嚟南方，我哋亦都可以派人送佢嚟。你只要开声就得啦。哥哥，拖雷，你讲得啱，大丈夫应该言出如山。王岛主，六位恩师，拖雷安达、接别师傅、博尔术师傅，郭靖应该言而有信。我决定同华僧成亲。哇！郑哥哥，我明白了，你同华僧是同一路的，你哋两个就好像大漠的一对白雕，而我只是江南柳枝底的一只燕子。容儿，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的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，就算我被烧成飞灰，我的心里面都只有你一个。那你为什么要娶她？我很蠢，我什么都不明白，我只是知道答应过人的事是不应该反悔。早知是这样，我哋留喺荒岛唔翻嚟仲好。
唔好意思，爹，爹唔好。好啦好啦，我哋翻桃花岛，永远唔好再见呢个小子。爹啊，我仲要去做丐帮帮主噶。唉，做乞衣嘅阿头有乜好玩啊？我答应咗师傅啊嘛。唉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咁去做几日啦？如果觉得污糟嘅就唔好做。仲有，以后唔好见呢个小子。爹，佢既然娶第二个，我亦都可以嫁第二个嘅啫。佢心目中只有一个我，我心目中亦只有一个佢。哇，好啊好啊，东邪嘅女唔会蚀底噶啦。诶，咁如果你嫁嘅人唔准你同郭靖好啊，点啊？边个敢咁做啊？我是你个女嚟喎。唉，傻女，你估阿爹会有过百岁命咩？正哥哥咁样对我，唔通我仲会好长命咩？咁你仲要同佢喺埋一齐？能够同佢喺埋一齐多一日，我就开心多一日。咁你哋去啦，去啦。安达，希望你早日翻嚟蒙古相见。郭靖，我。华珍，请你同我娘亲讲，我一定会手刃仇人，为阿爹报仇嘅。容儿啊，我哋去啦。去边度啊？去揾洪恩师。好，爹啊，我哋去啦。刚才一节《金庸武侠天地之射雕英雄传》第73回。是由李学斌编导，金庸原著，唐儿改编，谭志雄录音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